妈，独家唔知你有听到无？江都是迄个老妖刀，让你来威胁我，替伊办代志，我是不得已的。阿姆哥，这是暂时的，我若找到机会，一定把你救离开，让伊无受到伊的控制了后，确定你的安全。我会马上向我丈人爸古爸坦白所有一切。我要了解，我绝对不是挑工害大家。妈，你清醒啊！妈，你有听到我讲话无？你敢不敢讲话？妈，家风，妈，我不是你想的那个家风。我确确实实是你的亲生后生，我叫瑞安。家风，你今晚是来讲啥啦？妈，你敢会记得我六岁时阵发生过得罪的代志？我会记得啊。你自从发生迄个意外，你规个个性就拢转变去啊！我是用真体心力，叫你走出迄个阴影。江东兴利用迄个意外，趁伊个机会，利用尤小水的后生搞掉跑。你现在是在讲啥？妈，我帮你帮足久，终于帮到回来啊！以后，咱卖过婚礼。我是瑞安，我感觉我还是有足侪疑虑的，你可袂当今朝开始让我更加了解一点啊？林爸爸，甲家风相处三十年，不过你是我怀胎十个月生落的囡仔，我变哪有可能无爱你？恁两个命运，就着江道生安尼恶意的拗去，也是阮做父母的。我甲过去温婉处理的好势，才去害着恁两个无辜的囡仔。爸爸妈妈对恁敢那唔感觉亏欠？恁哪有可能会偏心的任何一个人？妈，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拢唔捌得着。不怕失去这份亲情，所以才有江道生洗脑利用去做遐歹势的代志。所以即摆咧，你甲江道生也牵做伙，
妈，那是我要紧，你的安慰。我现在跟感动是合作，是不得已的。我哪早知影，伊的动脑筋看到你这，我就坚持要来看你，叫爸给你唱好。我真正是不得已才甲唐东升合作的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一定想办法带你离开这。我已经不知影我要相信啥，我敢若想到恁爸爸所来面对的危机，我都袂安心。妈，之前我去庙下求神明。希望你能早日醒过来，所以我伫庙下求只手莲啊，我想袂到菩萨真正是圆我的愿望啊！而且这手莲啊是有加持过的，我给你挂起来，予你较安心的好无？菩萨，众生们，我妈老夫婢是一个真善良的人，你一定要保庇伊平安健康，把迄保庇阮老家会当消灾解厄，风向化吉。上重要的是会当度过一切解厄。哦，真正是孝心感动天啊！老夫婢啊，你来看卖，我替你啊培养出这么有孝的后生啦，就敢若靠思念妈妈的念想，就感动天地鬼神，让你安尼清醒过来呢。江东生，我跟你讲过啊，你老师不满，针对我来就好啊，别来想我妈妈。讲客爸在你的心内，就较像这种良多的现象哦。做人唔通安尼啦，一百里温哦，不比一时月啦。你袂当因为哦，找到家己的亲生爸母，就袂记客爸之前是安怎甲你照顾，安怎甲你栽培，迄你拢袂记了了哦。哎，对啦，老魏，你甲看卖一下，你这后生啊，王培，敢值得你安尼相信？还够接受？免讲好听啦，什么栽培照顾，你就是要利用我的投资，我给你看出出啦。你若是一块傲茶，我哪会想要投资你啊？就是因为你仗财呢。我唔只会把寰宇集团拢交予你去投花，啊，不过吼，你无看到我对你用心呢，我头就去摸罗在轩的大腿，人心内干哪吼罗家峰尔啦。你莫安尼啊，家己骗家己啊！你甲看，叫人看到你的目的啊吼！竟然在家己亲生老母面头前跪，叫伊来接受你，你敢知影？客爸看了，实在是替你真唔甘呢。这个死妖道，你莫伫遐咧假神假道啊啦！你咧唔甘瑞安，你若真正对瑞安是真心的，你就袂叫伊替你伫遐咧为非三族啊！哎，那是讲到教囡仔，我袂输你哦。你啊看温瑞恩啊，新加坡大学的，英国的研究所，拢顺利毕业哦，无出什么代志啊。那讲到恁罗家峰呢，你送去美国读册，伊在学做人，无到一年啊，甲林子倩巴肚舞大起来啊，互你这看惯无看过现实老母啊，甲这两个少年人。哇哇咧拆分开，敢会当倒来台湾学批车？哈，过迄种有体无魂的日子。哎呀，若是讲到阮瑞安哦，呀，呀，
较乖、较听话、较守本分啦。那不是因为罗在英抓西人啊，瑞安即马也是真急着我这个客妹啊，绝对袂做一个背骨的。讲到底啊，我不是要嫁囝，是因为恁这对亲生爸母哦，甲瑞安背离袂下，无缘分啦。这个鬼，我出去来偷钱。你这个人，你真正是有够恶情的呢，啊？你把我的瑞安偷走，让伊离开我的身躯边，你也无够。你今嘛搁西人，伊要跟我离心。今仔日若不是你，我跟瑞安的缘分免那干那短短六年尔。若不是你，伊哪会差一点仔就害死伊家己的老爸？差一点都毁掉伊家己的家庭，你即马跟我合作，而且讲到袂输，敢那你外高嘞？我真正洗目睭，卖看伊这么妖秀的人，大海无看挂啦！你若无赶紧去死死嘞！哎，老五啊，你徛咧脚袂知啊，搁想要动手拍人啊？你若敢卡着我妈，我就用这条命甲你赔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欺负查某人。嘛不是我的个性啦，唉，不过啊，看伊多前程，我就卖甲伊计较啊。老虎皮啊，落雷哦，别甲跌高尾，吼，别来唱唱，慢慢收白目啦。那不是我专工甲你耍来遮，恐惊到今嘛还袂精神呢。所以算起来，我是你的贵人呢，你对我较尊重的，啊无，卖怪我对你无礼。跪你！我跪你去死的啦！你拢出去，莫留伫迄只刺条马金树。好啦好啦，顾好你妈妈啦。毕竟哦，罗丹两家的悲惨结局，早就伫我暗算之中啦。啊，予老虎米啊娃娃气死，无予伊受一寡折磨，对我来讲嘛真无成就感呢。你做你放心啦，我顾卡那嘛活比你顾较久。你做恶多多，还搁规身躯拢是病，这大事是天公伯啊吼！要将你安尼活活折磨到死啦！我跟你讲，我大家等你看，等你得到报应迄一天啦！老魏，你真正要安尼？你唔通袂记咧，我的手头有你枕头，你卖骗我！我跟你讲过啊，只要咱两个配合，绝对是双赢啦！我靠！我已经请人顾条条啊！你上好是莫避鬼避怪啊，若无你莫怪客爸无带良情分去伤害了你不顾的妈妈。妈，你紧倒来，你拄清醒尔，无应该发脾气。先回去啦，我累啊。妈，啊，你是安怎歹让我留伫这陪你啊？啊是，你还是无法度原谅我？我敢若想到恁爸爸所落海面对的，我都无心思搁想其他的代志啊。你给我一点仔时间消化我的情绪吼。妈，拜托你。我了解，我妈才再来看你。你好好休困，身体健养好，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回家。